真的不后悔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骆小小。今天录这个视频是因为最近网上有一些关于我的传闻，我苦恼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应该跟喜欢我还有支持我的朋友一个答复。我去心理诊所是真的，但是跟网上的传闻不太一样，我没有心理疾病。但是未来呢，我可能会继续到访，因为我结婚了。当时跟我在一起的就是我的另一半，他的职业很特殊，他是霄云救援队的队长。心理健康对一个家庭的健康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。我跟刘远泽是大学同学，我们去年因为一档综艺重逢，重新认识彼此，重新走到一起。他是我的初恋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24小时贴身保镖，也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家人。要说厉害还是你。我怎么感觉吃了你这些东西之后就会掉进你挖的大坑里的呢？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胡说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！不吧，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是不犯法。我怎么可能让你犯法呢？不是，千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快吃吧，你先吃，这话特别长，得慢慢说。你尝尝好不好吃啊？哎呦呦，没事吧？嗯，有点烫。慢点，慢点。我以前进娱乐圈之前是跳舞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在的舞团是叫中坤，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舞蹈团。而且我跟里面的舞蹈演员们现在还都是好朋友呢。然后呢？因为现在环境变了嘛，中坤因为资金问题，所以就解散了。我就整个把中坤给包了下来。我现在是舞蹈团的经理人，而且我为舞团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，我相信一定会比现在发展的好很多。只不过，毕竟万事开头难嘛，还需要陈大经纪人帮忙。舞蹈团缺钱。嗯。但是我现在还真没有钱。你有，你怎么没有啊？你不是有一个废弃的仓库吗？就在那个北外环线外。想租，想便宜，你开个价吧，一个月1万，1年1万，秦飞，你这有点异想天开了吧？1年1万，折合1个月800多块钱，你干嘛不去抢呢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租一年，但一分钱不给你。不过我可以为你的酒吧免费代言1年，这划算吧？其实你那房子我都看了。空落落的，装修也不好，我一问好久都没租出去了。你说你索性已经租不出去了，为什么不免费租给我呢？这样你还可以成为我的名誉投资人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谢谢你，名誉投资人。来，快快快。喝了这口酒了，咱们两个就是合作伙伴了，谢谢你。你说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帅了呢？秦飞，其实你不必整这些，你要说这个事儿的话，我直接都可以给你。我就知道你人好，快吃，快。
小飞，祝贺你！你不会怪我来的太迟了吧？我怎么不怪你？你可算舍得回来了。治疗结束之后也不接电话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说话呀！找到了。祝贺你，祝贺你的舞团演出成功。土，真土。哲生说，仪式感不需要标新立异，投其所好就好。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还有呢？小小跟咖啡说你会给我惊喜。秦飞，跟我回家吧，我带你见见我爸妈。你是认真的？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呀？哇，到底在哪儿？哥哥，你跑慢点。等等我，大狗熊在那儿。大狗熊，说谁是大狗熊呢？我哪儿看着像大狗熊啊？你们两个看我哪儿像狗熊？哥哥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大狗熊好凶。我明明是美丽的公主熊。狗熊什么眼神？没事吧？是不是受伤了？要不要？你先起来吧。来，这个头要不要先摘下来，透透气？不能摘。为什么不能说话呀？玩偶不能说话。行，真敬业。这个是你的蛋糕，有点摔坏了，小黄妮。想让我吃了开心。谢谢啊，确实这一般很少有人来，见到你也很开心。你占据我的视线，点亮所有瞬间。当感觉不停为你牵连，全世界都沦陷。小心点儿。